健康科普，来看看百科名医吧。患有糖尿病的人正在逐年增多，血糖出现问题的糖尿病预备军更是人群庞大。当患上糖尿病后，大多数人都会着急的降血糖，也把降血糖当做了唯一的事情。其实更重要的是去病因，减少患病的危险因素。二型糖尿病是常见的一种类型，有很强的遗传基础，大部分由遗传基因携带。此外，肥胖是导致发病的另一大重要因素，尤其是腹型肥胖，大部分的二型糖尿病患者都是大腹便便，四肢较纤细。一个肥胖的糖尿病患者只是吃降血糖的药物，根本去除不了致病因素，减肥才是恢复健康的出路。曾经有临床事例证明，一些轻度的二型糖尿病患者通过减肥使得血糖恢复正常，所以肥胖的二型糖尿病患者减到健康的体重才是有力降血糖恢复健康的重要办法。那减肥有什么快招吗？减肥的过程一般可表现为三种类型：一、体重平稳下降，每周或每月约减少 0.5 到1公斤；二、减肥的头一到两个月体重无明显变化，之后才开始下降，而且速度较快；三、体重最初下降很快，甚至每周达一到两公斤，然后停止下降数周甚至数月，接着体重又逐步下降。第三种情况常见于节食减肥，开始体重下降较快，这主要是组织蛋白和水分丢失较多的结果，随着减肥的继续进行，逐渐维持氮平衡，脂肪组织消耗缓慢，体重下降也不明显，再坚持下去开始消耗脂肪组织，体重又开始下降。当通过饮食手段减肥的时候，需要掌握以下的原则：一、定时定量进餐，不随时加餐，每日固定三餐，最好在上午10点和下午4点左右适当加餐，宜食水果、蔬菜，这样有助于减少饥感，不至于导致夜晚饥饿。吃太多晚餐，晚餐应清淡富有营养，晚餐后不能再吃其他零食。二、三餐能量分配要得当，早餐要吃饱吃好，午餐吃好吃少，晚餐少吃或水果代替。三、主食不能废，粗细搭配有利于健康。许多糖尿病患者想要快速减肥，又怕血糖升高，主食不吃甚至少吃，这样导致饥饿感强烈，且容易导致体力不济，诱发低血糖。糖尿病患者宜食用粗粮、细粮掺杂的主食，如糙米与米饭做的主食。四、适量运动，光靠饮食减肥效果缓慢，增加肌肉才是减重的好办法。适当的散步、快走有利于肌肉形成，加快脂肪消耗，可以加快减重。百科名医版权所有，未经许可不得转载，授权与合作事宜请联系 BDI@DAIKEMY.com。 糖尿病低龄化，五岁萌娃离不开胰岛素，贴秋膘不一定要大鱼大肉，如何用素食贴秋膘？可怕，两位小伙接连猝死，都才26岁。